运龙在这边跟大家表达最深切的歉意。我们虚心接受桃园市民朋友的选择，那这是我个人努力不够，这一次败选的责任由我一个人来承担。要感谢各位市民朋友，所有的初选团队，更感谢郑文灿市长以及所有的桃园队，在这段时间给我最大的支持，给我最大的鼓励。刚才我已经致电张善政准市长，在这边再一次表达恭喜，希望张善政准市长在未来的四年任期，倾听市民的需要，回应市民的需求，让桃园继续进步。我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一定很沮丧，很难过，